啊？这个是本田的 Triple R。CVR 1000 R R R。谢谢，这是 MV。MV Agusta， 意大利的。不是，另外一个，就意大利有三个嘛，杜卡迪、Aprilia，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MV Agusta， 这个。这超少看到的。对对对。哈哈哈！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高。哇！它算跑车里面低的了。对啊，它算低的。不过你刚刚感觉还 OK， 还蛮 OK 的。你看，如果有点下坡斜坡的话，我就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就要很小心的。我自己是想买 D900。D900赞哎。因为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跑车，太高了。啊。对啊，你们要出去玩了。我要去北宜。哦，好了，注意安全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，小心车，小心车。我还以为要来取替我们，你们等一下车子发动看看，我第一看谁的。你发？我发？是这样没错。发了之后，放到一半。对，但是我有时候发，我几乎只是这样子抓着而已，那。通常好像是这样就发起来了。对啊，你试试看喽。现在是关吧。等一下，你要等他一下，还没。他现在是 test。好，这样才 OK。我看看现在是什么档。现在空档，现在空档。感觉差一点了，要不要我来一下？我那时候他如果熄火，我都会关起来，然后再开这样。好，差一点了，你就听到风一下了，冷的时候比较难发啦，今天感觉要比上次状况好了。走吗？呜，好爽，好天气。舒服舒服，我听到熄火的声音。你那个油，我等一下在前面等你。你那个油门要多补一点。上去上去，秀了秀了。就是你转速不能太低啦，都要维持有补油门的状态。等一下转过来靠左，走心店。